日前，电视剧《一生守护》在京举行开播新闻发布会，当日导演黄克敏、主演杨童书、郝平、孙桂田、黄白露等集体亮相活动现场。据悉，这部将于4月14日在江西卫视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《一生守护》正是杨童书产后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。郝平角色难得看到郝平的演技，在《一生守护》这部戏中，杨童书饰演的赵雪在经历了丈夫失踪、朋友背叛、养子患病等一系列生活打击后，仍然用心守护着爱情和亲情，可谓近期电视荧屏上最具正能量的女性励志形象。我家还要辛苦一下四位，那就是我们要启动守护温暖微博公益活动，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记者朋友们开始转发，待会儿呢有个抽奖的环节。在2009年底，杨童书产下一子，电视剧《一生守护》是其产后复出的首部作品。她直言，有了孩子后心境不一样了，很多东西都能感同身受，也格外容易动情，一些本不需要哭的戏码也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。问题是上午是那种老公死了哭，下午是老公活着回来了他不认识我哭，就反正都是那大生大死的这种戏，一天你都得经历了。我真的是跟土头说，我如果招你惹你了，最多的一天是我记着最多的一天你能有7场哭戏。哎呀，我都因为6场是我跟他在一块搭的。然后当拍到4场的时候，我就看这个童书已经就是那眼睛已经红肿红肿，那真是眼泪哭得哇哇的。而且就是我们因为又是合作对手又是伙伴，我们大家都很心疼他，因为他旁边哭的真的都快晕过去了。